看来这是要去鼓楼啊。谁说的？三里屯大包。好耶，哇，珊珊，我们说好的赢的请客。哎，这我挖了个坑把自己给埋了，真没劲，愿赌服输。好吧，今天晚上三里屯走起。但是，但是什么呀？别但是了，咱能不能玩点新鲜的呀？今天晚上开车去，开车去，开车去，我想开车去。你懂的，你懂的。好的，那今天晚上我家见啦。人呢？你干嘛呢？没干嘛呀。那怎么还不走啊？我会开。什么？什么？怎么办吧？玩姐们呢？没有。你怎么骗人啊？我没骗人，我真的有本儿，但我那本儿是买的。揍他！哎，醒醒，打下去，捂住脸行了吧？瞧瞧，那人和马简直融为一体了，太帅了！你是说人帅还是马帅啊？都帅。这男人和马真是挺像的，都那么充满着力量，就难以驯服。谁说的？我们家闪闪079，就既充满了力量，又很好驯服。他比好多男人可强太多了。这马呀，你一旦驯服它，他就会乖乖的言听计从，可是这男人，你只能偶尔驯服他的身体，却永远无法驯服他的心。男人哪有心啊？要有，那也只是花心。这说法也太极端了吧？这有什么极端的？我说的是事实。我给你们两位分析一下啊，这男人跟女人之间呢，就像是雄性动物跟雌性动物。雄性动物有什么特点呢？雄性动物他就喜欢跟不同的雌性动物交配，而雌性动物呢，他只喜欢跟自己熟悉的雄性动物来发生关系。所以男人的花心天注定的。大姐，不会这么绝对吧？那全世界那么多男人，难道说个个都花心啊？对啊，也不是所有的都花心。你们俩就别再自欺欺人了，好不好？东老师那张嘴真的是，哎，完全说不过你。不过东老师刚才的这一番教诲，你们两位笨徒弟已经掌握清楚了吗？我就雷闪闪的，按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，那肯定是没男人要了。雪山，雪山。小珊，怎么不理我呀？他怎么了？我去看看。珊珊，珊珊，你怎么了？他一定是生病了。
怎么办？要不要去找博士啊？啊，对，我们俩去找博士吧。啊啊！你怎么了？博士，博士，博士！哎呀，你去哪儿了呀？走边走边，我们都找吧。啊。啊，珊珊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珊珊，博士。你过来看看啊！你轻点啊，别给他弄疼了。怎么样了？珊珊零七九得了比较严重的肠炎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心理准备？对，就是肠梗阻，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便秘。那你让我们做什么心理准备呀？我是说这个病的治疗周期比较长，让你们做好心理准备，而且呢，也得看珊珊零七九自己的体质好不好，能不能扛过去。哦。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大喘气呀、啊？吓死我了！博士，我知道这种病有一定的危险，珊珊不会死吧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一定会把她治好的。我现在能说话了吗？说吧，珊珊，你的车轮子少了一个。啊？哎呀，我去！这谁那么缺德，偷我车轱辘啊？得罪谁了？这么整你？我哪知道啊？去调监控吧。算了，不用了。我这闪现零七九还病着呢，回头我再买一个新的换上就行了。气死我了！过来，来，来，走，走，走啊！来。家闪神零七九怎么着了？嗯，不知道，估计博士正在给他治疗呢。哎，人家保安说了，你那个车刚好停在了监控死角，啥也看不到。这他妈死贼，气死我了！等我抓住他，我一定要把他大卸八块，我活埋了他。哎呦，冷静。哎，吃这个。好。哎呦我天！我每次喂它就跟喂一个疯狗似的。啊！你怎么还不回家？你，看你心情不好，在这陪陪你。嗯。不过你的眼神倒是背叛了你的心啊！有什么事儿，赶紧跟我们俩老实交代啊！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说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我就是现在特别羡慕你们两个。羡慕我们？对啊，羡慕你的利落潇洒，羡慕冬眠的魅力无限。宁可风，你在那说什么鬼话呢？我跟冬眠一路披荆斩棘，经历那么多事儿了，现在就你完好无缺的，你可得好好的啊。哎，就是。
你有什么好不开心的？你说你既不像雷闪闪的生活因为失恋而变态，又不像我因为遇上了变态而失恋。你良家妇女有美好的家庭生活，好好珍惜吧啊。我生活现在就像一杯白开水，我看着闪闪为他079和他车着急上火的时候，我觉得那种感觉特别好。你有病吧？羡慕我？羡慕个毛啊你啊，我都快郁闷死了，你就是一个心理变态。我不管了，反正今天晚上我要跟你俩睡，而且要睡中间。跟大伟到底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我觉得我的生活里不能光有他。 baby， 人越长大越脆弱，停在身边的人和物就会越来越少，我们大家都一样。行了，不想回家就不回家了，今天我们三个一起睡，明天早上一起晨练怎么样啊？说好了，明天早晨谁不起来谁没人疼没人爱。对，睡觉睡觉睡觉。好，好，不准停，好，好，快跑，跑，跑，不准停，好，快点，进来，进来，来了，长跑冠军，果然厉害，保安都撵不上他。你俩跑近着点。哎，这是闪闪079吗？啊，闪闪，闪闪，闪闪，真是太神奇了！昨天还病殃殃的，今天又活蹦乱跳的了。一定是博士的功劳，这马呀，得了肠梗阻就得不停地溜。如果一旦停下来的话，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啊，博士好厉害啊，果然是个神兽医。哎，内心怎么那么阴暗呢？夸人家是神医就行了，非得加个兽字。他本来就是兽医。丢个轮子又能怎么样？我给你安上不就完了吗？我靠！闪闪闪，你确定你没有得罪谁吧？这不会是灵异事件吧？闪闪呢？我觉得我们去调监控好不好？保安说了，这是监控死角，啥也看不到。如果保安有用的话，还要警察干什么呢？调监控没有用，还得靠自己。因为最近没有碰到什么奇怪的人。比方说什么变态、跟踪狂之类的，管他什么狂，我势必遇狂抓狂，遇鬼打鬼。你们别激动了，可能就是谁的恶作剧。那也没有这么搞恶作剧的呀。不是，半天也不说话了，你倒是给分析分析啊。照我的分析，这件事情不应该是马场内部的人做的。偷车轱辘，你说马场里面有这么多的好车，他为什么不偷别人的车轱辘，而只偷你的车轱辘？这件事情肯定跟你有关系。这不是废话吗？你的，婉宁在开会呢。麦克叔叔，你来的正好。闪闪姐的轮胎在2天之内丢了2个，你快帮我们分析分析，这个作案者的心理动机是什么？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闪闪的车轱辘正在以1天1个的频率消失着。1天1个等于后天全偷光了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这个频率。那他要这干嘛呀？
守株待兔。不许动！死盗贼，居然敢偷我们雷闪闪的车轱辘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啊，说，你哪来的？哼！哎呦啊啊！老婆，我求你了，能不能让我睡一会儿、啊？不行，你睡着了，我失眠怎么办？你失眠跟我有什么关系、啊？当然跟你有关系。你说，你跟乐晨接吻，到底和我接吻有什么不一样？哼，有病！啊，老婆，我求你了，咱能不能有什么事儿明天醒了再说？不行。今天就别想跟我睡。哎呀，行，我就睡一会儿，老婆，我求你了。我心里不开心，你不能睡，你给我进站。我叫林海瑞。会员，会员，我们这样对待会员是不是不太友好啊？那个林先生，既然你是我们马场的会员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另外还有就是，我们任何的规章制度里边都没有说过，我们的会员拥有可以随便玩我们工作人员车轱辘的权利啊。林先生，真是不好意思了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林先生，把你给弄疼了。你说。你没事儿卸我车轱辘干嘛呀？我那车轱辘哪有那么好玩啊？别问了好吗？你们别折磨我了，给我两天时间啊！两天以后我肯定给你们一个圆满的答复。行，我同意。杨大伟，季乐晨接吻到底和我接吻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戴上眼镜能看清吗？哎，中，请接受你的礼物。你当你是土豪金啊？啊，麦克也太有创意了。只要你喜欢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上面有你的口水和恶心。你以前挺喜欢我的口水，但我现在恶心。啊！我插了 N 多个网站，都说一样的话。如果你想追一个中国女孩，你就得给她送名牌包。你看，几十个非常贵国际名牌包。你有病，你 out。 我 out。 out 什么意思？
真来了。哎，他不会带人过来报复咱们吧？啊？你少吓唬我们啊！他报复我们干嘛呀？我们又没把他怎么着。咱还没把人怎么着呢，都把人弄成那样了。我去，他把我车弄成这样了都。城市走婚第一条，我今天正式向你求婚。我是个改装车发烧友，全国有十几家连锁店。这个是我特别为你亲手打造的求婚戒指，和我以及我的车一样抗造。求婚？罗母加钢珠，哎，牙喷，果然挺抗造啊。他不会答应吧？这个创意我喜欢。林珊珊好像高兴了。我的车你给改的？当然。也是亲手改的？必须的。哎呀我去，够费劲的。完了，好像是要答应了。喜欢吗？你还真是一个挺有想象力的人，戒指挺有意思，车也改的挺有意思。谁他妈让你碰我车的啊？你不知道我这车真跟我的人一样吗？这胳膊腿的全是原装的。我他妈先卸你胳膊你舒服吗？明儿我他妈卸你腿你舒服吗？你说啊，要不然真把你身上哪个东西卸下来咱俩换换。哥们儿，你也别怪我暴力，我最讨厌别人不跟我打招呼就随便碰我的东西。你的求婚挺有创意的，可我没法接受，谢谢啊。一天之内把车给我改回来。漂亮，恭喜你。